成坐牢的。明白了吗？所以没有他的思维框框不放出来。所以在我们的企业，我觉得找对人也是很重要。我们有方法，我们也是要找到对的人去执行，然后才可以做得准。包括我做执行的话，我每次出手我都是中。对，所以这个东西是，它只要一个简单的东西，你一次中，你就中到钱。对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这就是复制的力量。谢谢。深，你做到几深？你的企业有深吗？没有深，你不要跟我讲你要换行业。到这个秘诀的时候，你们每一个都是第一名，给你们掌声。今天你们来学点手术的步骤，你是为了开店而开店。像老师讲的，真的是给十多岁来上课，这个东西就是只要10分钟解完了。哇，来掌声！